我们先去打杜鹃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先去打杜鹃。看一下这个给什么？又要坐牢了吗？太简单了吧，这个怪。我操！真他妈耻辱啊！被这个狗懒子打他妈这么多血，最后还把他硬砍死。但我武器牛逼，而且他出了一个很牛逼的东西啊，出了一个巨剑阵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他的，我武器瓦，我这个武器瓦，我武器感觉已经很屌了呀！说真的，真的已经感觉很屌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很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这个学院里，对吧？我看一下，我想想，学院是在这里吧？从这里打进去。力量 C 不瓦呀？我看到的，我看到的巨剑也是力量 C， 这个也是力量 C， 力量 C 应该是我现在能够拿到的最好的了。
这里上去嘛，对吧？这个魔法学院是打什么 boss 呢？是一个法师，他不是你对手。哇，法师好厉害呀！哇，哇，长得是真他妈的丑呀！这些狗懒子。这九老师送的火箭，谢谢九九。就他是吧？就这个女的。先把这些小的勾出来杀掉。嘿嘿，我可是很聪明的呢。这里有这么多肚子。你为什么是单词呢？哇，哇，法师的伤害是真他妈的高呀。前方有隐藏道路，对，魔法学院，我要换身装备，换身加魔抗的。哪个是魔抗的？物理抗打击，魔力应该就是魔力抵抗吧。